上次说十分，我很不甘心的。那你觉得这次有几分？100分！哇！我们有一起做那个手工皂嘛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刚好像听到他一开始给你的评价是十分，对不对？我一开始想说十分应该就是满分吧，就他说没有一百，想说好吧，我在努力。对不对，尚杰？尚杰要分享一下吗？对，尚杰，一开始觉得十分是怎么样的一个评判的感觉？因为，老师要我谦虚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老师，老师和就努力陪我助教。啊，他就说陪他陪他老师陪我助教，陪他一起做香皂。他说：“谢谢你跟老师陪他一起做照。”那就是差不多，就我觉得十分也代表我还有很多进步空间嘛。对啊，好了，尚杰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比我们优秀非常非常多。我有很多时候真的是在跟他们做学习，因为他们做事的态度，包括跟人的相处，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纯粹。那我觉得那个纯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。我跟他们在一起相处过后，我都觉得有一种。我要更保持初心的感觉，所以我还蛮荣幸可以来这次的活动。